晚安。从昨天待到今天，就拿下来，没有放回去，比较好，比较好拿。放在旁边就可以拿到，所以几乎都是带一样的。谢谢梦幻星座。谢谢小狗娃娃。这方面就是这样。然后想说，想说好像少了点什么的时候就SSKR 衣服，我在想我握手会可能不会穿 SSKR， 因为我就是不是很想要带那个裙子去。晚安。大家，我剪了刘海，你看。我一直很好奇这个到底要不要剪，但我就剪了，因为不剪的话这边就很大一撮。圣诞节改造的如何？就求助了一下那个姐姐，跟某位工作人员姐姐求救了，做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SSK 的衣服怎么没出？就是没有出。好像有服装部吗？好像没有服装部。好像的姐姐什么都会，做衣服没有做衣服的姐姐。我也不知道出去，因为我真的很害怕。他说你要不要就是自己试看看拿一件随便的 T 恤，然后就随便拿了一件 T 恤，然后我剪了一个超大一个洞，根本不能穿啊。谢谢 Kiwi，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真的是没有那个勇气去剪我的圣诞 T。然后超大一个洞，超大一个洞，不是就剪的那个某些地方，然后就发现两边完全长得不一样，然后那件衣服就废了，感觉很有风险，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说不是做过 SSKR 的衣服吗？我说那个不太一样，那个我剪的比较安全，就是。我根本没剪什么那个 SSK 啊的 T 恤，我根本没有剪什么。反正后来就让他动刀了，因为我不敢动，就是帮我剪那样子。今天的妆感觉很齐全，齐全吧？因为有眼睫毛。哦，我想说一件事，就是我的眼睫毛膏。不知道，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买了就是两组还是什么，买二送一还是怎样，我就买了两只哦，两只都是新的，我都还没开过。然后我今天想说，我的眼睫毛膏应该已经差不多就是干了，可以换新的。然后我要找的时候我找不到，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就是那两只消失了。专业点。慢工，对于那种需要就是手工艺，我好像没有很擅长。消失的睫毛膏，对，消失的睫毛膏，所以我今天还是用旧的，好像已经干掉的睫毛膏。其实根本没有买，我有买两个睫毛膏，一个卸的，应该是吧？还是我其实用掉了？
谢谢傲讲的桃花和果子，早安。所以呢，合照会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穿圣诞 T 啦。大家可以穿圣诞 T。你昨天喝掉了，什么意思？睫毛膏吗？怎么会神经发达？我怀疑他是不是给我偷动，不知道放到哪里去。发票收据那个可能有点久以前。谢谢花枝金翠。是喝杨雄喝睫毛膏，杨雄说要喝睫毛膏。谢谢早安宝宝。所以今天就意思意思一下，意思意思一下。那你要去借一下？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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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术没关系，你可以穿显低期的就好了。应该会出现在不起眼的地方，我都找过了，好像放在那里的地方都找过了，根本不知道会还可以放在哪里。一次买很多就会以为还有剩的。说不定我用完了是吧？还是我其实那时候不是买睫毛膏？今天穿上 SSK 啊，对的，对的。用不到才会找到。对，我之前就一直不用，所以就不知道哎，去了哪里？可能还是穿个衬衫什么的。衬衫吗？嗯，会放在宜兰。我在台北买的，不会就是连个什么睫毛膏都要带去宜兰，带回去宜兰我还要再带回来，多麻烦。晚安，正能，嗨嗨嗨嗨嗨。啊，跟大家说。发现小心肝好像是正常人。谢谢法兰森的告白气球。谁刚刚跟我讲话？球开是圣诞 T 怎么搭？圣诞 T 就是呢，随便搭就没有什么好搭的，不是什么都可以吧，你要穿裙子也可以，穿裤子吊带裤什么都可以穿。碰碰去，衬衫是怎么样？这个道歉是不是？他就只有昵称，对，他就只有昵称奇怪。对对对，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哎，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你们是穿衬衫？嗯，说来话长，反正就是我不好，好吗？我以为他不正常，这样子。反正昨天在那听，因为说啥，应该是吧？我是姑且是相信他一次，好吗？所以我现在是解开了，但是他说他没有，他会看那个档这样子。美丽美丽丽，他说他不用浪了，但是他会看档，所以嗨。这里是机会，这里是机会，再出现什么奇怪的称？圣诞 T 搭圣诞帽，圣诞帽是什么？圣诞帽是什么？我有出圣诞帽这个东西，还是就是生日快乐的帽子？正常。他走心了，没有没有，他讲的看起来不像走心，至少他没有就是对，太阳上的，对，他说最后一次是嘉义台，自我留，不过还愿意，真的是会愿意补档，真的是吓到我了，反正来来去去，对，来来去去很正常嘛，我只是就是再解释一下，我真的没有做这坏，好吗？越解释越黑，
嗨嗨嗨嗨怀，可以接近，但他姑且说他不会回来，这样正常就好，正常。大有人在，落日一笑笑，真的正常。平常小朋友生日带的那种，可以带一个生日快乐帽。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我是个好人，没问题的，没有问题，大家不要太在意。谢谢 L 送的桃花和果子，坏人都你们，坏人都在你们之中。刚刚还有人问我什么问题吗？我有略过了什么？Q 那个，你刚有 Q 到什么东西吗？我怎么没有感受到？你人那么好，也觉得你很凶，长得很凶，凶狠。是歌词哦哦，我好像懂，好像知道。我这个人不是这么好 cue 歌的，那个脑子转的不太快。可丽饼，对对对，可丽饼是东门站。逼子，无言以对。公演的时候坐到附近，喝完了。喊零的时候很哑，超多人说的，脑袋里只有这种梗，真的。冰镇葡萄汁，全家有，seven 很难看到哎，不知道为什么，全家很常找到。可丽饼那个眼神，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懂，我自己也不太懂，看起来好像很凶那个。别忘了多喝开，多喝白开水。白开水是什么时候看到的事了？但是好喝吗？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大杯的那个纸盒，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喝。虽然好像没什么差，有葡萄，就是葡萄比较好喝。因为在围墙旁边的关系吗？什么意思？小洋娃娃都蛮大罐的，卖那种。这个15块，一样的东西是吗？我觉得所有的小包装变成大包装都会微妙的不太一样。奶油有加可以，我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在想什么，反正我就是不知道就是吃哪里，从哪里吃比较好。泰山的草莓红茶，草莓红茶听起来就很。我觉得草莓要么就奶茶，不要红茶。围墙旁边是可以，是为了拍照才去围墙旁边的。嗨嗨嗨嗨，草莓酱。不能接受一样的东西一次太多。日式可丽饼是没错啊，我刚刚有否认嘛？我刚刚没有否认。普搭配的刚好刚好，直接变白胡子，这样很困扰哎。这样到底是要怎么样？用什么？用卫湿纸巾擦 今天三餐是什么？想听我分享。今天
的三餐是中午啊，下午一点的时候吃了全家的什么什么饭团，和什么和牛什么的饭团，49块还是什么，忘记了。然后跟这个中午买的，然后刚才吃了晚餐，结束。用洗手台的洗手乳，这样会干吗？很快就干了，是不是？今天两餐，对，今天两餐。最近的照片，对，没有意外的话，对，你就会一直看到那个衣服跟那个打扮跟那个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虽然顶多也只能发个两三篇，还有汤匙先吃掉就不会满出来哦。没有汤匙，照片库存还剩几片，这个要看我的心情。我现在卡在我不知道我要发几篇，还是一起发，还是怎么样。去练习可以增加库存，什么意思？你说去练习吗？去练习就是不会拍照啊。吃外食还是吃外食？都修完了吗？修完了吗？没有啊，就先修个一张一张这样子，就是散散的，拍拍风景，增加库存。分开，半夜突袭发文之类的，是蛮常做这种事的，因为我就不知道发什么，真的是不知道。其实这样看好像也没有很多，大概就三篇吧，吗？三篇吧，这个我发过了，好像发过了。大家素颜怎么拍？没有，我们练习不会素颜。还有排版，排版真的是我最麻烦的一件事。虽然我觉得我的版还是没有很好看的，因为你只要在室内拍，就比较不会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掩饰。居然不会，居然不会，不会啊，不会啊。我们已经流传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一直就要化妆。至少你也要有个底妆，有个眉毛这样子。都没有人素颜，是还可是可能某些可能某次会有人这样子。你不是都白框？对啊，我都白框，是没错。白框有一个好处就是修图修再多，就比较不太会被看出来。因为那个加白框那个画质会比较差。练习没眉毛，没眉毛吗？练习没眉毛吗？好像没有什么印象。我准备应该可以发个9宫格之类的。什么意思？一张照片切成9张的那个意思，还是发9篇的意思？白光是我的个人特色。白光只是直跟横图这样贴文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图会变小，对，图会变小。发9篇，白光看起来面积会变小。对，白光有一个好处叫做你的图片不会，被裁掉。就是你想发直的出来就是直的。Hello, 屁屁。刚刚那个样子。光是刘海就9宫格。我应该会先被锁账号之类的。为什么要讲？就是
你拍全身照出去，可能你头跟脚会被切掉，剩那个身体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底是要怎么裁才会让你的脸在正中间。不然就是你想要拍狠的，结果他出去的时候就少了旁边那两块的时候，就会很不开心。IG 裁照片 ，IG 就是要正方形的话，假如说我不用摆框，我可能就会选择我直接用正方形拍就好。那你们想贴完的全图也会被吃，摆框加上去出来就一定是正方形，对，出来就一定是正方形。IG 的比例要放全身确实不好裁。你就会发现一个正方形的头在那个上边跟脚在那个下边，看起来就是一张很神奇的照片。不然的话就是真的是要用正方形去拍会比较简单，因为你用很3:4去拍的话，你就算你抓得再怎么样，结果你出来跟你想象的还是不太一样，就只能用裁的裁那个正方形。但有时候我觉得满版看起来会比较好看，有的照片，但我就会舍不得只有那几张是满版，这样很奇怪，受不了。加上白光可以防止被恶创，会怕被恶创吗？裁切再加白光啊？什么意思？现在意思不是要摆框跟不摆框，满版的藏在贴文后面，满版的藏在贴文后面就一定会裁成正方形，不是？什么意思？我如果前面是正方形，后面就都是正方形吗？我已经不知道了。画质不能太好，加上白框后，对的。其实 IG 本来画质就那样，不爽。第一张的形状会影响，对，第一张的形状会影响到后面，所以你如果第一张放了直的，你后面是横的，就会被裁成直的，就会很生气。第一张就影响后面，白框都自己裁掉。自己裁，请大家自己裁掉，不然你可能就要等现实动态。现实动态，如果我心情好的话，如果我觉得这张照片蛮好看，我可能就会放现实动态。虽然那个几率不大，就是画质的几率不大。手机选不到。习惯自己裁切当桌布，希望每天都心情好。但我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修完的图不会有就是修完的图的图，是修完的图就是直接是有白框的，所以除非我再修一次，不然应该是不会有修好的那个颜色。心情很久没有好过，是真的没有照片，再加上我没有想法。IG 苦说，最高画质，修完图白框已经自动加上去，对的，对的，因为我最近不太会用其他的程式，就是我直接用那个白框的修，习惯就这样。我习惯就直接用上去了，所以你如果修完之后后悔，你就要重修。黑灯，没有很喜欢拍照，对，我是一个尴尬的人。修完图会留言图吗？修完图不会留言图啊，原图就删就消失了。请给你原图，原图没有。
不会降画质啊。我每次存都是存最大的那个档、欸、教你如何看我的修图，这样子，这样子就是有白框，就要按这个。我永远都选那个最大的那个3000，我永远都选3000的那个，算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啊。谢谢西西的云游纽西兰，原图保留在我心里，不会让你看到。会啦，现实动态会让你看。现实动态你们通常看到那个照片比较暗淡的那个，就是我没有修。存最大，但是编辑就有多少有差了？什么意思？IG 会压缩吗 ？IG 会压缩。不然我其实用手机看放大还是蛮清楚的。因为给最高画质，但是永远都有白框。对，其实真的是已经，我觉得应该是蛮高清的啦。所以这张我到底有没有发过，有点忘记了，是不是还没？啊，发过，忘记删掉，嘿。好大张，我的是原档，刚刚那个是原档。被删掉，对，因为我昨天已经修到我不想再修了。因为真的是我那个头顶真的是太白了，我修得很痛苦，那个头顶的部分。已经加白框了，不是原档。对，发现了你是删，不是我都发过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发一次一样？白框好有美术馆作品的感觉。林直播没有音乐，好像怪怪的。现在才有人发现是吗？就是这个，这边超级白的照片，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来看看我修完跟修之前是没有什么差，是哪一张？自带 B 卷，我什么时候自带 B 卷？这个上面这里真的是有个白，不知道是什么，很像我秃头。他现在给你们读什么意思？没关系，不用懂。这样。超白的，是不是没有差？你们是不是看不出来？是不是看不出来那个？我其实有调暗一点，其实有调暗一点，真的是看不出来，真的有暗一点。现在的也很白，是原本拍就那样。对，这个是原本拍出来就怎么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其他张看起来就还。那个反光的部分，那个光亮到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白发是不是？白发，自己加头。那天光太好，那天那个地方光太好，我整个人都像已经加了一层白色的雾上去的感觉。我整张照片都是雾的，我想说是什么我要升天了是不是？拍的时候曝光调太高，
我觉得是他没有注意那个，就算了，应该是不会用这个照片，太麻烦了，还要调暗。我这个人没办法接受把照片调暗，我就是要调亮，但它已经太亮，所以我不能调亮，我也不想调暗。我就是不会调。所以头顶才会拜拜，头顶才会拜拜的。Hello。我讲的白发，你现在有看到很多白发，是黑的吧？是黑的吧？不知不觉就开始发，直接拉到最白。我真的是，我修图没在，就是那个的，没有在怕那个曝光的问题，我就是狂拉，疯狂拉，就对，就是先拉个60才开心这样子。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你觉得这张图已经很亮，它是原图，不是原图，它本来就有滤镜的原图，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就是一定要就是再加个50%。不是，就是我已经回不去了，我一定要调很高。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会调高，先调60%，再把我的头发调黑这样子。太白了，不是要先调白才可以调那个颜色，你不懂。一定要调亮，一定要调亮，我调一次，调一次给你看，真的是调超亮哦。会吓到的那种，吓死人，吓死人的颜色，这样子这样子。虽然我现在直播给你们看，你们是看不太什么出，看不太出来。这样子啦，开灯，开灯，现在直播也超亮。这样才有日本的空气感，对，你懂我。刚的浪也让你超亮。其实我会觉得原图好像其实也可以，但是修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呜，原图真的很黑这样。什么 APP？ 这个是正方形 APP， 正方形 APP， 它就是一个正方形。你知道旁边有人开大灯，开起来，然后再不行的话，就是去把我的头发调黑这样子。上面真的是，这边发生什么？那个头顶，这地方什么？这是白色的，是白色的，发生什么事情？这边的头顶是发生什么事情？我白头发是不是？上面都白了是不是？饱和有调，我有调啊，我有调，调起来，头上感觉下去，真的白，就这样看好像，还可以啦，但是这样看就想说那个头顶是发生什么事。阴影最高，亮度调降，对比调低，对比先调低就会有日系的感觉。我跟你讲，要最日系就是你把所有黑色都调掉，就剩白色那个就叫超日系。先让你的头发变成灰色，灰白色的时候，你就是接近日系，然后什么颜色都不要用，什么颜色都不要用。什么颜色都不要有，就是日系的那个感觉，懂吗？日系叫做全白。白到曝光，
白到会发光，那个叫做日系的滤镜。这样看不太出来，不够白是不是？强调嘴唇，空气感嘛，大家都是。对，你只要人越白，就越有空气感觉。调到你变成空气为止，你就是那个最空气感的那个人。这样还好，下手不够狠。是你们直播这样看还好，其实我如果发了，你们就会想说我刻了什么，我发生了什么这样子。就白墙，我有一个困扰，就是我昨天在修的时候，我已经修到那个，就是直接很像去背了，你知道吗？因为是白色的墙壁，我直接调到那个白色都已经跟白框的白色一样，我就可以去背。但是有时候看不出谁是谁，对啊，说这是我修过最好，真的，我怎么人有办法这么有空气感这样子？亮到都融合，对的。摆到去背挑战呀。是没有到很去背啊，下面的还是看得到，只是上面已经看不接近看不到的那个边界已经看不到。我都摆到就是你们已经可以不用去背都可以很完美的去好背。白日地狱停工多久？停工多久？上一次。拼完三角形就差不多停到现在还没有时间管那个拼图了。谢谢花生的花之锦城，超日系。我最近一直在看 TikTok，以上をもちまして。因为我不知道，我很闲，最近也没有很闲，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就在看 TikTok。烦恼握手会服装，对的，烦恼握手会服装。闲的时候都在抖音，就在上面看一些奇怪的影片，新的作品是有，但是还没有想，没想好握手会服装，大家都烦恼。下个礼拜好快哦，已经礼拜五嘞，我怎么觉得这个礼拜这么快？你都划不到我看的那种奇怪的，我看的那种奇怪的，例如，现在我看到馆长的作品，已经很久没有划到馆长的作品了。翻到体重，翻到跟我说的话。例如老外在日本搞笑，不捏扭，没有吧？这个很好笑，我觉得这个很帅。你先看一次这个。
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你不觉得吗？你就觉得，我就觉得这首歌还蛮洗脑，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东西。很烦，不要我这就是很就是这种 这种奇怪的空耳，真是很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认真听这首歌。他到底唱什么？我很好奇。等等歌词，韩文是日文歌，什么修修 da wa kito kato ice bay，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唱的是英文还是什么东西？我现在就是真的只能听到他翻译的这个，看下面的 tag 有没有歌名，歌名叫做 Get You Back。我是不是要查一下？我查一下。看我查不查得到？show you 的哇，show you show show 是不是英文？是不是英文？Show you the world, show you the world， 是什么？不是这句。Take you to the top， 他确定他是唱这个吗？等一下，我听不懂英文。等一下。我现在全脑子只有 kid 看到。什么意思？还是不是这一段？应该只有这一段吧。Ice bay day, ice bay day. Show you the world， 就很像 show you 嘛 ，show you， 什么 take you to the top， 这怎么可能是什么 take 什么 kid cuddle？ 怎么可能是 kid？K 没有 K 啊，还是不是这一段？没有这一段，不是这一段，还有哪一段？一定是哪一段？一定是哪一段？我跟你讲，一定是哪一段？I show you the world, take you to top, I swear to get you back. 绝对是 Kito Kato. Show you the world, Kito Kato, I swear to get you back. 一定是这一段，最好是念得出来。这个要唱这首歌也是蛮难的。他绝对没有唱。谁的歌？你西鸡吗？是吗？西島高宏，西岛
龙红 Nishi Nishi。你叫一下吧，就可以就该做这 ice cream 的 get you back。这样歌词比较好听。看去找，大家可以去找那个歌词，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歌词，最后一段，最后一段的副歌，他绝对没有 take， 怎么样都只有 kit。Kit Kato， 只有 get to be， 而且什么 ice be， 竟然是日文 ，ice be te， 这也很好笑。我昨天看到这个，我觉得很好笑。那是什么？什么什么 lips？ 嗯，好笑哎！最喜欢看这种奇怪的东西。好会剪辑，我真的觉得他们很会做一些奇怪的短片，就那样可能一分钟十五秒就觉得很好笑。冰淇淋会作为你的后盾，根本不要点播。接着台词 ，a i u a o， 然后就是 o 什么东西 ，kaki kuke ko 什么东西。他其实在搜什么东西？怎么有办法就是收集这种奇怪的素材？好收集那么多影片才能成就这样的作品，他们真的是脑洞很大，很棒，超优秀。好讨厌，看起来也太好吃了。他很会吃，怎么有办法吃的这么厉害，自带喜感，对，真的是很厉害。我还有看到什么忘记了。收集迷因图的习惯，我没有收集啊。鸭子嘴，不太会。喜欢这种吗？没有，我还是有其他正常的影片有按赞，但是我真的是按赞蛮多这种奇怪的。终于听懂，挑战看看。
好像什么新的日剧吗？好像蛮好笑的，有人有看吗？虽然我还是没有看。喜欢这种，怎么记得我昨天有按另外一个？这好像不是昨天看到的那个，顺便看一下新的日剧。对啊，我就搜寻新的日剧的 tag， 看他们都做什么奇怪的影片。这个日剧感觉很好笑，感觉可以看一下。不知道在画什么。很烦，不要去看人家画什么，好不好？过程做得很慢，过程做得很，就是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呢？把变化，我们是不是请帮我们做成那个动图？究竟有没有 48？ 真的根本没有了，根本看不出来。谢谢哈鲁的看好你哦。嗯，其他好像都蛮正常的。迷因影片，请做一些可以吸粉的影片。需要 Forty 那个影片的，那个 Forty 亲戚没有那种，就 48， 但是 Forty 也很难在那个一瞬间画完，你知道吗？真的是很难。谢谢金佑的跟着方糖去旅游，怪怪的影片不是很好入坑吗？是蛮好入坑的、啊，可是你们的怪怪的影片是什么？你要做成就是刚刚那个样子吗？刚刚那个比较有趣。这种类型的暗赞，他有暗赞，我现在被圈粉，因为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他很好笑，都浪花一遍。节目上的素材比较好用，直播的很受限，对。直播感觉偶尔只还可以接受啦，但都是直播就还好，都是直播就没有那个好笑的感觉。短时间吸引别人目光，你看这个。他配音配得很好吗？他配音配得。
很好。帮悟后弄个空耳版本，综艺性的差别，可以把悟后悟后后弄成。抖音会一直看下去，对啊，抖音真的会一直看下去。简介跟配乐真的是，有时候只看图就还好。中文还要谐音的话要什么？需要梦之中的影片。不用啊，你就把那个中文跟变成其他中文的感觉。就像我们有时候就是其实表演，我们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的 part 是什么，所以我们可能就真的会听成其他的。我们穿很少，我都穿很少，我都穿很少，绝对会听错的吧？这绝对听不懂吧，我完全没有听懂过。运动会是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别再说要不能再说，然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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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还好哎，我觉得梦之路的歌词都蛮好听懂的，几乎没有听懂歌词过，到现在看了四场。对，火都什么？火都串，很少，火都串，很少。成王败寇到现在都觉得很微妙，是吗？应该是吧。火流哦，我其实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唱那一 part。我觉得梦之中的字都很难。第一句什么忘记了？第一句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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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忘记了。我跟你讲，那时候梦之中的歌词一出来，大家啥都不会唱，什么都不会唱，只会唱。即使杀了一个我，依旧有千千万万个我。大家只会唱这一句。有听什么空耳旁？没有哎、欸。捣蛋群星草，北月汪洋呼啸，弥漫的烟少。如悲伤的回落早没成地标，好像电影台词。会化身不死鸟复活，不是那个地方是最听得懂的单字，你知道吗？什么什么哒哒哒哒，展示着比较多感觉，展示着血的鲜红，谁听得懂？我们只知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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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鲜红，真的，我们真的。那个时候，大家前面都不知道怎么唱。热热热热热在废墟荒漠，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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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荡空中，热热热热热热热。虽然少了一个我，也只有千千万万个我。跟我听的一样，真的。我那时候听到就是。
要跳 reset，然后我们就去看 reset 有什么歌嘛，然后就听到《梦之中》，然后就想，我就说，请问《梦之中》要怎么翻成中文歌词？有没有可能你是只看到翻成中文？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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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全不知道在唱什么，现在变成你们唱的，我们都听不懂，真的是听不，真的是听不懂。简直是 rap，真的是很多 rap，最多大概就是这个吧，是吗？好像是。搬家了也很难，搬家了也很。我歌词很煽情，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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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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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我那三个字，三个字都记不起来，还好都不是我唱。星星闪闪星星，哇哦！灯彩带一种在哭嘞。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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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晚安，浓眉，你好。欢迎亮亮，我在听。哒哒哒哒，约好早呢，叙叙旧。懂不懂？哒哒哒哒，欢乐心助手。看得很辛苦。哎，这次好像没有听到。嗯哼哼哼哼。嗯嗯嗯嗯嗯，我心我自始至终一直都没能够伴奏。谢谢傲讲的桃花和果子。KK Box。哼，杨雄嫩。杨雄有完全没有印象，那时候看的时候完全没有印象。啊，前面一开始有什么累积什么的，然后后面就是萨库拉，然后我们在后台说他们要死了，他们怎么今天这么累这样子？我们这个二月的时候的感想就是这样，二月的感想就是。他们差不多是不是喊到要死了这样子？真的，我在后台听到真的是，真的是史上听起来最累的一次，真的是史上听起来最累的一次，叫做二月的 Uncle， 萨库拉，就是可能有几个人是很努力，然后。萨库拉，真的是要死了！我真的是听到的时候想说，他们是不是怎么了？喉咙怎么了？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发生什么？是不是没有什么人想要喊？我一直在想，怎么了？发生什么事？累了吗？嗯？怎么今天怎么特别就是惨那个声音？喊很久那一场，不知道哎，你们还没开场，都最后了还没发开场，就是不是那种很期待我们出来的那种感觉，你知道？
萨库拉什么时候出来着？可以接，还没有出来吗？怎么还没结束？萨克，一大早嗓门还不行，太久没喊，前面喊的太多。就是想说，他们是不是直接放弃喊？等我们直接自己出来，是不是？他们是在等我们自己出来。我看桌子，还没要开始喊，头顶灯就在闪了。都你们这些底，就感觉200个人的时候，在 uncle 的时候，那150个人都在休息，休息。没关系，就交给那50个人喊吧的那种感觉。每次最累就 uncle，手机放录音档，大家不情愿，被催得很不情愿。咕咕咕，真的是强迫喊，真的哦，还有强迫喊。想喝水还要成功的，拍完手就要马上喝水，这样子。究竟大家休息多久开始喊？那场真的喊很久，真的很久吗？今天的免费20首，难道我们已经看完了？どの時点な横に並んでいた同じ世界の同じ夢も連れ釜だった。喊完就哑，还喊了5分钟，就是个二姐。现在写空叶的玫瑰。后面的气球越来越少。没有啊，根本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白色情人的链口上放枪，完全没有听到。请给你彩球，请写信给新总。
可是要30几个人一直跳，真的是很难。拿到下面了，他说没有，是上面。可怕也没谈的申请到吧，我也这么觉得，真的是很难耶，那首歌真的是很难，大家一起唱。哦，又没电了，又没电了。是音胎不会挑。会忘记怎么跳，我觉得梦之路还好，我忘记了那个机会的顺序怎么跳。知ってる街はそこにいてしまったのだろう。丘も消えてた。見たことない景色が。欲を渋滞しながらいつしか大人になってしまった過去は机会的声音还没看过现场。你一路阿康会帮我记起来。机会的顺序我真的不记得。对的，没有啊，基本上别组跳的我们都不会跳，除非你去带一之类的，不然基本上就真的没有人会跳。只是通常有看过有些部分还是有点印象。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好长，我可以跳过吗？这首歌有6分钟。Maybe 也没跳 ，Maybe 当然没有跳啊 ，Maybe 不是 B 组跳的吗？想去台湾去 ，I want to。AKB 免费歌曲，マエスシメカレ立ち止まるな目指すの日が昇る場所希望の道を歩け。前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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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顔終わったれほ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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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つだって夢は遠くに見える届かないくらいように感じる君の目の前に変わらないる大きな顔だでも2周年的时候跳过一次すごい縛る今すぐそこに未来があるよ因为这首歌就是比较有印象嘛该喝酒喝完了是因为没有歌词所以我超级就是不确定的那个歌词打了我自分言い訳するんじゃねえ まっすぐ進むしかねえずっと君の声唱本很没有日系甜甜的曲风什么意思这个吗Conversion 的衣服来跳，你说穿 Conversion 的衣服跳 River 吗？Conversion 的衣服可能不够。现场一定很帅，帅。那我可以先换个发型吗？算吧，我也帅不起来。这个时间可能有五六件这样子，因为要替换。その手伸ばしても、今は届かないよ。僕たちの夢はもっと遠くにあるんだ。そんなの星だって何億光年の彼方暗闇の先に輝くもの希望について僕は語ろう名もなき詩人のように熱く君が涙にくれているなら慰めよりもやがて白む
你是不是好像没有看完？就这么少集，你还看不完？一人帮飞弹。愛を探してもすぐに見つからないよ自分の方からもう…あ、だれだれか你俩配音太棒了聽不懂たった一つだけの光を見た希望について僕は語ろう年老いた水風のように深く君が何かに傷ついたなら手当たするより昇る朝日僕は指さそう。我跟那些完全没有印象耶，我对于那一段完全没有记忆。谢谢玫瑰，日本語上手ですね。いやいやいや、普通です。どうは誰もみんな。諦めて楽になれる。と夢はいつも背を向けない。希望について僕は語ろう。名もなき詩人のように熱く。君が答えに迷ってるなら立ち止まらずに歩きながら希望について僕は語ろう名もなき戦士のようにいつか夢を糧にしては吹いている後の息吹スタダダダダダ私は歩き出すタ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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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はいはい佛跳タ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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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えいいつもの道走る自転車立ち抜きの汗が揺れる9月のそよ風不会跳今のことが気になってきたんだただの友達と今すぐにでも君に君に会いたい忘记怎么跳噔噔噔每一滴嘿嘿嘿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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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在这个Team 8教室の前カーテンだけどね大人のその顔横顔すかしていたの就那样子了，拜拜，拜拜。用句娜娜不会跳，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跳回？我知道这个。没有希望的一波浪不离的期待，もっと確かなもの。Maybe そんな勇気はない。ずっとこのまま片思い Maybe 言い訳 Mayb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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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之前四七届的时候没跳，没有哎，没有认真学过。对，只有就是看过几次。没得得得得得，忘记。有看橘子聊过？有啊，有看过啊。我说我没有学过。谢谢小狗娃娃。真，下一首是什么？君だけに。出出出。谁还会有谁？外送杨一斌。哎，跳了三六五。没有出出出，出出出未授权。台北，谢谢林果的告白气球。追问睫毛膏下落，等结束了再去问，失去希望之类的。もう一人で会いたいこと好きなように自由にできる夢。下首该樱花吧。那个大路哈拉贝拉塔七个沙库可罗。设置纸飞机的桥段真的不错，除了那个要拿着这样唱以外，真的是很左手非常的无奈。歌单下首是啥？哦，你说这个歌单吗？キノオヨリモトスキ，有人知道吗？一直捏着，不是，我觉得很好笑。
一直举着这样。再走一半，没有那么快吧。谢谢桃花和果子。自己都忘记有这首，这首歌到底是要用在哪里啊？超级不知道可以用，是可以用在哪里？又跳过了。毕业之类的，我是说那个十月的教练什么时候？教练，我们要解散的时候。谢谢桃花和果子。谢谢小狗娃娃。十一月活动结束的时候吗？活动结束的时候，十一月的教练，我对你的眷恋，真的实际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这首歌。嘟嘟嘟嘟，对，另一次就解释，不要增加教练的哀伤值，教练就是一个很哀伤的歌，也是很限定，蛮限定，我都很红，没有，他一直都差不多，没有，因为我一直弄他，他才会这么。当主打歌上节目很有用，是吗？搓一搓就红了，搓一搓就红了，有吗？
我刚刚真的就只是这样摸一下，它就变这样。对比调低，调亮。今天要玩躲过吗？等想到再说，不要跟夜兰玩。四颗呀，没办法，四颗好难。有啊，有四颗。妈妈，没有啊，就擦摸这样，这就会变红色的。我可能这边血液循环很良好，哈哈。大事がないよ。とがるしにだれ、はいはい。うんこけよ。下回来。没办法，两颗。错了都假装害羞，是吗？公式照的笑，公式照的笑容什么？哪一边？是哪一面？这一面。有吗？完全不知道。我不觉得我有真的吗？突然加起来。
眼睛不处理吗？鼻子会比较小我以前笑的时候不会，就是上嘴唇会不见，然后就会黏在那个牙齿上。谢谢。巨人。以前的微笑是什么？以前的微笑是什么？STU 演唱会，すごいですね。不会跳，不会跳。今天不行。
克瓦兹没有哎 ，Tokuki， 看不见。今天很容易掉，今天很容易掉哎、欸。今天放不上去，还是变量变多了，所以放不上去。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卡个十秒之类的。我之前还可以自己加东西，可是现在不行，不行，现在好像有点难。这个不行，夹不住，要细一点的笔。这个不行吗？还是因为我这边有装，所以一定是因为我现在这边有装，所以夹不住。没有圆珠笔。圆珠笔不行啊，圆珠笔更难吧。好像没有办法，好像差不多。有一瞬间就可以吗？上面都没办法，我现在找不到那个感觉，你知道吗？太久没有讲，我觉得是笔的问题，就是那个这边有没有纸滑，这边如果纸有点纸滑的话，就可以。卡在这里，但是其实这种夹不住，太难了啦！我忘记我上次怎么有办法上面上下夹，为什么？这表示太难了。没办法，等一下，很难呢。等一下，没有办法。
是不是要先擦擦一下？怎么发现自己有这个？哦，好像是因为我们舞蹈老师说什么，他朋友可以在下嘴唇加笔，然后我们就说真的吗？不行吗？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家就开始练习加那个笔。猫头猪，猫头猪老师的朋友，可是上面要嘟粉了，会很丑。我现在很想笑，等一下，我现在很想笑啊。嘿嘿嘿，算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在，就是在，我可能要找一支就是我比较顺的笔，应该是笔的问题。先学习上面怎么听，没有，重点是。上面很简单，只是下面嘟了，上面就不会嘟了；上面嘟了，下面就不会嘟了。笔太粗，不然上面很简单，只是弄了下面，就上面就会没有上面就会。夹不住，我可能要就是这样，就是现在是这样，跟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这样或这样要这样，我要学会这样。我现在只有可以这样跟这样，暗器了，执着在奇怪的技能。一个如果能撑着这边要凹一个洞，跟大家分享我最近鼻子这边有一个东西。很像被打，我说我的鼻子很像被打。哦，我删掉了，我的鼻子这边，这里红红的，就是我遮的非常的完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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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嗨，噔噔噔噔噔噔。小凹陷没有，就是红红的。
に追い出した。配左机没有？我怀疑是我自己捏我的鼻子，它才会变这样。我先那个剪裁一下，这样才可以。谢谢夜市冰泉的明刃青钢剑。因为口罩吗？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我。这样比较这里我的鼻子，我的鼻子，你看这个鼻子干嘛呢？对对，很像，就是很像，就好像被打到这样。我个人是觉得呢，应该是我一直这样，然后就这样了吧。我不知道，我起床的时候就发现。想说，哎，怎么有这样子？起床的时候，因为我戴挖镜，我戴挖镜。一直在。就半夜的时候，这样。这样子，然后可能就变这样了。透明没有，单纯的捏我的脸，就是这样。这样子，不会让中间红。我跟你讲会，因为我这样。所以就是这样啊，挤呀挤呀，捏面的，我这样。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怀疑是因为我捏太大力，真的。然后我有一阵子我擤鼻涕的时候都会有血，我想说是不是我里面就是我用太大力，然后我就是有一阵子我擤鼻涕就是都会是红色的，因为我一直这样。然后想说是不是淤青还是这样，我就想说里面淤青的是不是，不要那么用力，我当时还是我压用到淤青，然后他就因为看不出来啊，鼻子你看不出来有什么感觉，很可怕，没有
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还好。对，就是淤青的感觉之类的。可是外面没有啊，只是这个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是淤青啊，因为不会痛啊。为什么停住了？美丽那种，不知道，就觉得感觉可以按一按。就是有时候看 IG， 他会写说什么，就是按摩，然后鼻子就会变挺这样子。我想说那就按一按啊。他说这样，他为什么一直就是关我音乐？自恋。再讲一次掌法，就是我一直这样按那个骨头，就是这里不是有骨头吗？他就一直这样玩那个骨头这样按，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瘦腿差一样要比的，真的我要跟你讲，我按摩没有在就是在。没有在心软的，真的是死命的讲，是这边啊，这边不是关节，这样，用力过，这边应该。好像有，就是这整条都有按过啊，没有在管，真的没有在管。这里有，我跟你讲，我都是用这边，就是可能按摩都是可能用刮的，用这边敲，就是用这里，用骨头，就是骨头才有感觉。就是这样，通常刮三下就会有颜色。手臂都要这样刮。然后你知道，因为洗澡的时候不是就是洗澡的时候真的是很好按摩，然后我就按完，然后洗完澡出来就是全身都是红色，然后就是可能别人会想说我就怎么了这样子。水太烫，骨头推拿，刮痧，对，眼睛被挡了，对，这样子，全身水很烫，不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皮肤很容易变红，就是。这样抓一抓，这边就会变红的。所以我有时候就是我可能洗澡，但不真的水没有很烫，但是我抓一下它就是红色，这也是没有办法。看看有没有眉山根什么意思？转一下这边的眉山根，山根是哪里？山根是哪里？不是说那个吗？发圈橡皮筋这种小的橡皮筋，对不对？你把它这样，这样10分钟，
你的脸就会变瘦。这会变瘦。真的真的，相信我，相信我，真的。真的啦，真的，你们试试看看，你们就是拿一条橡皮筋，把你这边这边，这边就会，这边就会，这边就会变长。我跟你讲，真的真的真的，这边脸会上去一点，真的脸会上去一点，血液循环的。真的，我这样等一下，我的右边就会比较重。我都会变很软，我的很硬。真的，真的，这边会比较上去。这是一种按摩，你知道吗？跟你讲，就是要很紧的那种，就是会绑到这里很痛。但如果你不想要效果这么好，你就用比较不会痛的橡皮筋。橡皮筋，不然通常你这样绑着很痛。我刚刚换成紫色的，因为比较不会痛。东坡肉制作方式，就是，就是会变这样，哎，这样，这样，哎呦，这边这边。胶带可以贴脸的，最好是看不到。如果贴脸的话，可以贴双下巴。真的真的有这个，我找看看。我会觉得不舒服，不会啊，会就是会忘记它。没有，真的有这个方法。用完了，还有五首哎。日本的，日本，真的真的。日本偏方。瓦古姆什么？瓦古姆。やってみます。还没有完掉。口卡哦，口卡。NG 版本。我讲，我真的是，但没有耳垂，就是没有这个的人没办法做到哎、欸，
所以有的人的耳朵没有这个的话，他应该很难。耳朵红不是一天造成，所以他血液循环非常的良好，懂吗？大家，我的耳朵血液循环非常的良好。长得跟精灵一样。不是绑一绑变红，我就跟你讲说，它只要搓一搓，它就会变红了嘛。不要太在意那个红红的地方。那个翻成日文。好了，搓一搓当然会变红，搓一搓当然会变红。而且很小的人就可能受不了吧。没有耳垂的就这样。挖沟木，挖沟木口高小盐。耳骨会开始痛，就是这边会痛才有感觉，会过会痛才会才有你刚刚真的有在做的感觉。真的有，真的有，我真的有看过。我记得有哪个成员有用过，就是他早上水肿的时候，他真的有，就是这样。他真的有这样子，真的是，真的真的是有流传过的，好吗？会痛怎么办？要先，就是要辛苦一下才会漂亮。今天的第十名是证人，谢谢证人。第九名是林果，谢谢林果。谢谢第八名，第八名是金佑，谢谢金佑。第七名是十一，谢谢十一。第六名是法兰森，谢谢。第五名是杜五，谢谢杜五。五五五。第四名是西西，谢谢西西，谢谢西西。第三名是花生，谢谢花生。第二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一名是夜市冰泉，谢谢夜市冰泉。只有怕痛的人，只有怕痛的。手劲要强才会瘦。我做卡雷，下下礼拜就是我手绘，下礼拜吧，下礼拜吧，下礼拜，再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过八天，下礼拜也是一五对的，只是会变下午。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改下，反正就是下午啦。
是三点到五点，三点到五点，轻一点再比上。就那一次爆血，真的。像你家那一点耳朵会不会弹不回？你说他就一直这样吗？那也是蛮好笑，蛮有趣的。是不会吧？不然你就这样定型了，你就这样往另外一边。那三点才起床，对的。因为至少要睡到两点，然后三点播完吃饭。你看我有没有想得很完美？想象的。礼拜五要早点睡觉，所以礼拜五不能播七点到九点。借口，这都是借口，我绝对还是睡不着。记忆棉也会恢复的吧？那就下礼拜一见了啦，大家。那就有点遗憾，遗憾，要准备衣服，大家请准备衣服。早点睡觉没关系，七点到九点就是还会害我更晚睡。拜拜，下礼拜直播间大家。拜拜，下次尽量见。拜拜，ありがとう，拜拜，お疲れ。大家不要把圣诞提前破，大家请开始准备握手会、合照会要做什么。这个人没有想法，可以再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谢谢。